我掉到一个莫名其妙的走廊，这个走廊我怎么也走不出去，而且还有一大堆萤火虫在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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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把一个奇怪的东西拿回家，我对他许愿，我说我的愿望。我变成这大叔太难看了。你这几天把这个儿子钱花光，我包了个场。天生一对儿。这么草率吗？我不是说那长得不好看，什么吧，然后气质上很一般。大胖脸。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。弄错了，弄错了，我要变成静好的男朋友。静大哥，走一杯。你说在东北互相看对方会产生敌意，但是在上海看对方会产生爱情，对不对？别顺着了，给我点手逆光来。好，快看看我怎么变回去吧！我想回家过年。我好像也变成了一个厉害的人，能和我的家人彼此照亮。我永远永远不能。我和谁呀？爸。爸爸。这谁呀？表白呢，在这儿没有？你还感动了？谁呀？